位親愛的觀眾，又是我斌仔的出現，但是現在要跟你講一些尷尬一點的，看看旁邊有沒有人先，你有沒有試過便秘呢？唉，都係唔好問啦，好似好尷尬係嘛？不過講真話，便秘咧，人皆有之，但係咧嚇，其實幾影響健康下㗎，仲會令到各位咧嚇，可能個肌膚啊變差啦嚇，呢個肚腩仔咧跌住凸曬出嚟咧，影響儀容啊！如果唔想俾便秘呢個問題困擾你嘅話，就要考慮今日為你介紹呢一款啦，美國 Catalo 日日纖維啊，佢就以精湛嘅噴霧凍乾方法所製成，咁啊擁有咧豐富嘅膳食纖維噃，令你咧輕易達至咧每日25克嘅膳食纖維建議攝取量，每包咧呢一個日日纖維咧就含有相當於2個西生菜嘅食物纖維，有助保持腸道蠕動，舒緩偶發性嘅便秘，仲可以保持心腦血管嘅健康，特別適合一啲咧受快餐文化影響，餐餐多肉少菜嘅都市人啦。嗱，望一望呢一個嘅包裝盒嘅後面咧就有呢一個成分啦，而呢一個美國 Catalo 咧日日纖維咧就唔單止咧嚇方便攜帶噃，因為佢嘅包裝咧非常之方便大家啦，另外咧亦都係無味無糖嘅噃。每日只需要1至2包呢一個日日纖維咧，加入你喜愛嘅嘢飲當中，例如可能清水啦，又或者可能你喺公司沖嘢飲啦，甚至乎粥啊湯啊亦都可以噶，咁就可以咧輕輕鬆鬆幫大家補充日常飲食咧欠缺嘅膳食纖維，令到你嘅生活咧更加之輕鬆同埋更加之咧嚇方便啦。咁啊，今日為你介紹呢一個美國 Catalo 日日纖維，就係大家嘅健康之選啦。